由中华料理一零餐旅交流协会发起公益爱心餐会，在真侪人热情响应之下，组成义助团队。今仔日到中寮乡永福村为弱势族群现场煮食，协会并且引进庙师以及学校资源进行物资发放甲义诊爱心活动，提早甲中寮乡亲感受农历过年温暖的美食盛宴。伫咧自南北各大饭店，一个餐厅的总铺师，做响应着公益爱心餐会之下，大家分工合作来准备料理，而且真侪是使用着南投在地食材，要有中寮乡亲一个温暖的美食盛宴。大公集水团队热情服务，同时来引进着庙宇资源，发放着200份的物资，伫生活层面提供协助。现场并且美容科的师生来帮许多人做着家头毛的服务，做伙付出的关心，就是也帮助这些人，然后他们就是也可以，我们也会有很多收获，然后可能增进技能，或者是。也会训练自己的，就是跟他们的交流什么的，都很有意义啊。而且他也没有随便乱发放啊，他是真的每一个村，他有经过审核，那他有照册给我们，我们就是照着他照册的每一户低收弱势的家庭，给予他们物资的补助。一些他们像我们是厨师，我们都是各大饭店、餐厅的主厨，或者是企业的老板。那我们运用这样子的机会，然后再付出我们的技艺。那我们就串联其他的，有剪头发的，然后也有其他的，他们是在做行善会，他们有在做发放物资的这个动作。那我们就把这些资源，我们一起串联。一道又一道好吃的料理来上桌，这也是中华料理基金餐旅交流协会等单位第二年进入到中寮乡，把爱心和厨家来做着结合，地方就着办法感谢状表示感谢。拢来伫遮在煮饭，买饭食，啊，感觉讲因阿呢对人服务足好个，就是讲伫个老伙啊，或者是讲个低收入户个，吼，啊，拢。来办到，下面来只围炉。受到这寒冬中的一股暖流，啊，咱嘛希望讲，还阁有真侪人需要咱关心的，啊，可能有当时啊，政府听收较袂够的，啊，咱就希望讲，嘛会使有阁较侪资源，啊，来在角落偏乡，啊，来提供因阁较好的资源。这边嘛，结合着真侪餐饮科，一个美容科的师生。作为加入团队来义务服务，协会认为是企业传承以外，其实爱心的延续，爱心餐会会继续来举办，关怀着偏乡的民众。记者林明星，差不多。